发型之前教大家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怎么来做适合自己头部大小的电发煲。首先我们需要买到这个，它叫发网，非常有弹力。把废发料丢到发网里面，然后旋转它，这个辫子的下面，这里。前几期有超多仙女问头顶上的这个装饰，就是这个，大家在淘宝上搜铜花片就能找到它，它就是一个做发簪的原材料，非常便宜。把它的两头掰弯，然后凹成 C 字形卡在你的头发上，完成。